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偷快车》，我是黄明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，切勒啦！台股拉回，你敢不敢买？跟上脚步，我带你买。来，今天有31点，成交量剩976亿，我还要买。再讲一遍哈。请你忘记过去，把握现在，未来你就能够赚到翻掉。行情真的来了，问老师，那有可能今天又没有涨，今天盘中还跌53点呢？没有错啦，收盘跌31点啦，真的有行情吗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台股跌最惨的股票都已经开始涨了，你认为台股有没有行情？来，连跌最深，我相信各位一定没有例外啦，一定不会怀疑啦。过去这一年跌最惨的股票是什么？当然是美绿啊，不二人选啊。那如果跌最惨的股票都已经在涨了，都已经会大涨了，那你认为今天的拉回是什么？当然是买点啊，不用害怕啊，跟着我买来，所以不用再怀疑了啊。这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告诉我们的：我思故我在。在欧洲啊，影响了几百年哈，对欧洲国家这些人哦，影响很久哈。那我要告诉你什么？我赚的好习惯，所以我还要再赚。如果你每天都在赌行情，结果是什么？很清楚了啊。可是如果你可以掌握行情，可不可以赚到手抽筋？当然可以啊，但是不是靠运气哦，靠的是实力啊。那什么是实力？就是底部在万点还没来的时候带你大买，冲到万点，请问万点之后呢？带你卖啊！这请问这几点？这是10000点哦，我请你卖股票，我们赚够了。那为什么你不敢买呢？都跌下来啦。我买，跳楼大拍卖，我买，跳楼大拍卖，我买，我今天继续买，火力全开，你怕吗？一样哈，不要走，会惊的，不要紧，我保护你，跟我做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我希望每一个人做股票都可以开心的赚。来，相信你赚过，你就知道谁的股票最飙了啊！前朝四大金刚串到快发疯。不是带你抓到而已，是让你赚到。不讲过去，讲现在。新美琪买进期标点，营收翻2倍，有没有标？买在哪里？买在哪里？买在还没标啊，买了还套牢啊。可是最后没有标，最后标翻天，对不对？我不赘述了啊，我不讲过程了哈。请问标上来是不是所有人都告诉你他有新美琪，只有我没有？赚到就好，不用赚最多，好不好？5月11号，礼拜一，新美琪又涨停板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全市场所有人都有新美琪，只有我没有？你会说老师，你好逊哦，人家别人都有新美琪，人家别人新美琪今天都涨停板，只有你卖掉了，你早卖了，你少赚了，无所谓。如果我没有看到一些疑虑，我会叫你卖吗？5月12号跌停板，再大跌，继续跌，跌不停，到昨天继续破底，还会有人跟你讲新美琪该怎么办吗？只有我每天提醒你，叫你卖。今天反弹，我只告诉你，我只给你5个字：反弹记得跑。你不需要问你们老师哈，因为他不会告诉你。因为他也不会跟你讲，来，所有操作都一样啊，
看到买到赚到，不是每天跟你玩游戏哈。如果你每天要玩游戏哈，你不需要来找我，你也不用看我节目，因为我不跟你玩游戏的。精选标股真的让你看到买到，而且赚到。那请问老师怎么看到买到赚到？一定是事前预告嘛，一定是有买有卖嘛，有哈，这叫耗顶。请问有没有很多人跟你讲耗顶会飙？那现在呢？还是跟你讲他卖掉了，把你留在天花板，那你该怎么办？我讲过了啊、哦，同样的价位，你有更好的选择，行情来了，为什么不赚？这样够不够清楚？这样够不够意思？来，这一档叫油田，相信你都赚过，这里买了一堆。飙到这里，公开预告叫卖，节目上公开预告，七根涨停串到快发疯，跌下来带你赚价差，上来带你卖，再下来带你买，做错到老我停损，不论做对做错，赚钱赔钱我都交代得很清楚啊，请问你告诉我。做油田唯一可以全身而退，抱着现金离开市场的是谁？很清楚啊、哦，请你回想一下，一个月前有多少人告诉你他有油田？现在呢？我不讲了啊、哦。你的九正呢？前朝四大金刚，赚到快起笑的股票，只有一档没有真的喷出，那一档股票。我们赚过前面那一段，我们赚过中间的价差，它叫做利凯，来，一样哈。我怎么带你做的？我怎么带你做的？如果一档股票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会飙，你敢买吗？我也强调一遍哦，不是每天跟你玩游戏哈。你要领先市场，你才能够买在起标点。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据，所有的进出动作一定有证据，才是获利最大的保障，不是用嘴巴讲的，不是看图说故事，不是画两颗圆圈圈这么简单啊。讲够不清楚？为什么大家标很清楚啦、啊、为什么我要带你买？好、哦、那过程我不赘述啦、啊、有买有卖啦、啊、我们来看最高点，我们带你卖，这是最高点，35块、37.8块到44块，从35块赚到44块。当利凯涨停的时候，我带你卖，后面带你赚价差。那你说我为什么要卖？来，过程我不讲哦，跳过、哦。我们赚了多少钱？数不清了哦。这里买，这里加码，卖最高点，来回赚价差，有买有卖。为什么我们赚？很简单，我们会买也会卖，因为赚钱才是王道。如此的操作只是为了让你赚更多。好，为什么它会飙？为什么它会飙？到底为什么它会飙？橄榄石比 N 型半导体传统的磷酸锂铁电池导电率好100万倍。为什么它会飙？特斯拉天天创新高，为什么它要飙？难道是因为毛奎说要补助、要加码，可以带来1000亿的商机？这叫小 case， 因为我知道转折点在这里，这才是关键。买就对了，事前预告，请问你敢买吗？请问你敢买吗？为什么买？如果基本面没有好转，我敢买吗？从不好变好，从负转正，大成长的开始，成长60%，成长90%，后面连续8个月成长1倍。为什么我敢买？因为我看到未来啊，这是昨天，不跌了。那今天呢？今天大涨，长虹喷出，我告诉你，
我看到未来。为什么？中国的雾霾问题很严重，节能减碳它也是趋势，正式抬头。我不管你不管走到哪里，任何一个国家，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，它都是未来要解决的问题。节能减碳绝对是趋势。那中国近年的雾霾问题更加严重，所以说中国怎样力推电动巴士，每年2000万，不是2000万哦，2000亿大饼，比起台湾，根本叫做小巫见大巫，然后，所以说呢，中国的电动巴士都飙翻天哦，通通都涨一倍喽，都涨一倍喽，然后来，今年的台湾电动巴士产业跨产业联盟，我看到了未来，你看到了吗？来，这电动巴士里面坐了四个人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傅昆萁嘛，县长。那这个咧，环保署长包明君，那这两个人都不是主角，因为主角在这里，请我三级咧，就是力凯的董事长。你说，我看到未来会不会狂飙？今天长虹大涨，你又大赚了。来，我不多说了哈，请问你有没有赚？你问老师啊，你们跟跳楼大拍卖，人人有奖。来。然后你可以再靠近一点，337势精彩，此柱买进跨牌最低点，加上起标点，你家前面我不会带你买哦，我只会在这里带你买哦。啊，你也跟老师他们刚好在破底呢，因为破底你不敢买，所以我带你买，你家。你没听过破底穿头吗？买完，昨天5月19号礼拜二亮灯涨停板续报，那今天呢？今天继续踏涨。请问你告诉我，过去2天你来的，我昨天给你的是什么涨停板？所有都一样哦。今天呢？继续大涨。老师今天没去，谁的股票在涨？很清楚哦，还没赚的跟上脚步。这个礼拜会有很多标股，就从这里开始发动。你还没赚的跟上脚步，标股俱乐部给你最大的帮助。想大赚、想翻身的，电话拨通进广告。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。生活更 happy， 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。才有机会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，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哇哇哇！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，全国最大家具馆，很大很好逛，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。大都会国际家具馆春季三重送，现正实施中。碧潭山水在门外天天上映，新店捷运在身边来回穿梭，澳洲 PTW 国际团队将游艇变建筑，碧潭水岸捷运景观宅，
双水湾，2913-1333。欢迎再回到现场哦！想清楚，只有谁可以帮你赚大钱？指数来到这里，为什么不敢买？老师啊，万点万点那是过去，现在不是万点，开买赶快买，好不好？一样哈，再强调一遍哈，你将来有多少钱，决定在你现在的决定，赶快一百万，买到赚33%，一百万变133万，啊，哪边唔对嘞？不小心买错，不小心就赔掉33%。你的100万就会只剩下67万哦，你的血汗钱一来一回啊，就会相差一倍。可不可以做错？千万不要做错。再强调一遍，所有的操作都一样哈、哦。给你三大保证：保证带进带出，买得到卖得掉；保证绝不凹单。所有的操作一定有凭有据，你收到跟我收到，保证一模一样。所以说我不会跟你每天玩游戏。精选标股真的让你看到买到赚到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会带你买在起标点，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据，所有的进出动作一定有证据，才是获利最大的保障，有没有道理？那你要不要领先市场？你一定要领先市场。来，相信三方赚过就知道我们的股票有多飙哈。我没有每次都把你卖在最高点，但是我卖了，他该休息他就会休息，该赚我就让你赚，很清楚哈。那你说为什么会飙？还是现在告诉你三方很飙？当然不是嘛。2月12号，三方独门的超级大飙股，它叫三方，台湾第一，全球第二。另类的台湾之光，好，我不赘述。好，来，我买，整理末端，准备喷出，买完就狂飙，之后继续飙，放完假直接涨停板。人生最开心的事情就是，放假前股票一直飙，放完假回来股票继续飙，放完假回来给你涨停板，隔天。再狂飙，4天飙了3根涨停板，4天飙3根，获利放口袋，有哈，4天快3根，赚钱放口袋，有买有卖，整理完我再带你买。我有没有买最？我有没有卖最高？我没有卖最高，我也不需要卖最高，但是整理完我肯定带你把它买回来，我买，整理完毕将再发飙。买完狂飙，几乎收最高，早盘买，尾盘大赚，隔天几乎涨停板，再隔天几乎再狂飙创新高，5G获利落袋。请问，我是每天跟你看图说故事吗？画两个圆圈圈，告诉你我买在这里，我赚好多啊！那谁不会？你也会啊！你也可以上来坐在这里。分析行情的，对不对？所有的操作一定是摊在阳光底下，让各位检视，才叫做绩效，才叫做大赚。否则，我跟你画了100根涨停板，你都赚不到啊！获利落袋，5根涨停全部赚到。画线给拉走，震荡走高盘，既然它会来，我带你买。买有没有涨？没有涨了啊！大跌100多点，不动如山。3月27号，礼拜五，台股再跌115点，逆势大涨。我再加码，3月30号再加码。准备这几个字放大。准备，准备，强势大喷出，斩钉截铁。3月30号再加码，4月2号礼拜四直接亮灯涨停板第6根，4月7号礼拜二再度亮灯涨停板第7根，赚够就好，亮灯涨停第7根我带你卖，卖完隔天
七根涨停板了嘛，隔天创新高，所以说你可以卖的比我还高，卖完跟着杀下来，四月八号开高走低杀下来，好，这个就给你卖，好不好？四月九号再重挫，我带你买回来，我买，我买不是用嘴巴讲的哦，我买，我四十三块附近再买。后面就狂飙哈，过程我不赘述了哈。后面连续又喷了三四根涨停板哈，来到四月二十七号，礼拜一，我们的三方怎么样？亮灯涨停板，获利出清。节目上公开预告，你有看过一个分析师股票涨停板不歌功颂德，输涨停炫耀绩效，反而？再告诉你，不要再追了，我们在卖股票，串够就好。一三零七三方几乎涨停板，连同波段全数落袋，大获全胜，十只涨停不含加码，赚到翻掉啊！哎，我谈掉了，乌拉哈，那你说卖了怎么办？卖了，它既然还在飙，那也没关系啊，让它飙上去，不是又打下来？来到上升趋势线，我带你买，我买五月十一号。你老师那神经病，你是低效，我这样可以买？如果你赚过十根涨停板，你就敢买，我买。买完隔天，我告诉你趋势不变，不用害怕，回撤去最后起涨区买就对了，狂飙涨停板。去吧，再飙涨停板，我没有叫你追哦，因为我要卖。有哈，有哈，我划线给他走。为什么要卖？因为他要整理啦，他开始要整理啦，很清楚哈。那请问你告诉我，过去这个礼拜三方在干什么？他真的在整理，很清楚啦。那你问老师啊，什么时候三方才会再飙？洗完就会再飙了，你让它慢慢洗，这样好不好？不用紧张，不用急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我没有一定要把它买回来。同样的道理啊，九正有没有大赚？我买在这里，我卖在这里，我买在这里，我卖在这里，赚到快发疯。没时间，我用讲的就好。所有操作都有证据哈，你不用紧张了哈，赶快。一样哦，前朝四大金刚唯一没喷出的股票，应该不是说没喷出来哦，是喷出又打回来的股票，就是利凯，买几乎最低35块附近买，加码飙到44块卖，从35赚到44块，全市场赚最多的人是谁？还可以来回赚价差，有买有卖。赚最多，等它跌下来我带你买。今天狂飙逆势大涨，跟着我们来赚大钱吧，因为我赚的好习惯，所以我还要再赚。事先预告你都大赚了，一样哈，台股大跌人人有奖，我带你买3374，精彩！此处买进，为什么要买？因为它创了挂牌最低。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不是买最低，我也不用买在最低点，但它创新低，机会来了，我就带你买。这叫挂牌最低加上起标点，来。如果你没办法领先市场，你怎么可能可以买在起标点？当别人都害怕，当别人都不敢买的时候，你敢买吗？我带你买，不是用嘴巴讲的哦，不是画一颗圆圈圈哦，不是画一个箭头哦，我是带你买。所以说这里就是这里啦哈。你会说老师啊破底呢？对，没有错。所以我带你买，因为它要破地穿头，买完涨停板，
续霸，亮灯功课，今天继续飙，台股大跌继续飙，后面还有的赚，你要不要赚？一样，飙股俱乐部给你最大的帮助。如果你要大赚的，如果你希望反败为胜的，那记得跟上民众党胜利，让民众帮你赚大钱，赚上胜利。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国派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国派气密窗298711111，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。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；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平静的海面却隐藏着致命危机，那就是离岸流。离岸流是因地形、潮水与破碎浪形成，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，此时切勿对抗水流游回岸边，以免耗尽体力。大潮或退潮时，海面上破碎浪多，离岸流正强，切勿下水。遇到离岸流如何脱困？